准备菜吗？我你家这个。准备。明后天去拿去。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婷婷。今天呢，给农哥叔叔帮忙啊，帮他往地里拉一车粪。马上要种白菜了。我爸、小辉都在这儿帮忙呢。好家伙！这是羊粪。啊，这是羊粪。这个准备菜不能用猪粪，都烧死了是吧？哎，壮。嗯，羊粪壮。今年马上要种白菜了，到冬天都有菜吃。羊粪菜好吃。对，而且不用买，这村里有这个地方都种了，不上买菜了。没地了，那不得。对。有点晴空，珍惜所有。
这个，我这拖拉机好几年了。好几年了，有劲儿。我记得是俺爷在那时候买的拖拉机，是吧？不行。